Hello， 欢迎回来，零杀周刊是炙热现实第五赛季例行赛 Week 5的赛事。那现在进行到第三战，黑石队上 GoGo 就赢。第二名对上目前第五名。这个 GoGo 就赢跟黑石打起来，是不是也是我印象中是不是也是几乎单方面被碾压？好像自从那一次 GoJo 有一次台港号打得比较好之后，后面好像又全部都变回原样了。嗯，那时候应该是18年吗？应该是18年。有一次他拿了一个亚军，对。然后那时候他确实打蛮好，就是在什么多线运营方面都蛮好的。那时候听说好像有6100分嘛。啊，觉得。那时候主要是啊，去韩国坐在我们 Solar 的后面，对不对？坐在 Solar 的后面吸收这个 Solar 的全身精华，顺便在桌子底下帮他，帮他什么不好说。干这两条狗在互相讲，对方是狗，是这样子吗？好，第一个要是罗曼史蒂夫左上蓝色的重组选手是 GoGo Joy。第右下角红色的神盾选手，两个人都是正常打。目前这样看起来，这波就也还是有可能放招的啊。这个狗子开，看他后面会接什么东西哦。哎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两个人都没有在怕谁会当狗的。嗯，这两个大不了都是，哎，等一下叫个两三声，对不对？汪汪叫一下，好啊，那就汪。而且还是打重组，他侦查时间，除非他要放光炮，不然他好像都比较喜欢这种稍微晚一点侦查的这种方式。哦，这边六条狗已经绕出去了，对，用绕的。但这张图其实跑到哦，但这张图其实绕狗是有点太远了，因为你看这个时间绕过去，其实 Hess 这边这个教室只要第一时间有按有加速，这个往外走啊。他应该只是先射外面，但对，反正往外走其实也没差，反正第一时间过来一定会遇到，这一定会看，一定几乎是同时啊。我来了，哦，看到了，走上去，感觉撞不到什么。看看 Hess 这边的操作，哦。下面有一只工兵咬他，想包，哎呦哎呦，刚那个黄金交叉，哎，刚那个如果包掉，这个就好笑了。感觉没赚哎，拖了蛮多那个，蛮多时间，让那个就其实家里其实第一时间全部都是可以一直刷农民的。他吗？有啦，心情舒畅啊！就算没有来，也不是也是一刷农民吗？没有来，你还要注意他第二只有没有继续往外走啊？这个在你家一直到基本上就知道你根本就没有，所以这第一时间你完全不用在家里，就完全不用再做其他东西了，心情舒畅啊！他知道这边是 VS 开哦，有包子塔放，这放其实有点慢，有点小慢。完蛋，他一个神龙摆尾甩下来二矿了，而且这先知要来了，先知
车子要来了，开错！啊哈哈！完蛋了，戳烂，戳烂，就是戳烂，戳烂，好亏。好，那我们宣布就一这把已经大势已去，家里王宠一个杀，这两，家里有两只可以杀。哦，这边是接二 vs， 啊，是不是啊？海鲜之啊？未必吧。他可能先出了两只之后就转凤凰。看起来是现在这个看起来是可以海鲜之的局面。目前还没按，到底要按什么？哦，先知，先知，可以，海鲜之。哎、啊，王虫进来看了。想不到吧？我这里还有一只王虫。有这个反应，第一时间缩起来，杀掉。哇，那是盖给人家看的，我就是出先知，就是出先知啊！不然你想拿我怎样？不过后面这个被看完之后，后面 VC 别放下去了啊！等一下转一波，转一波大的地面。哦，他还直接下两个冶炼厂哎，双生攻防。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在哪里看过、啊，怎么觉得这东西有点眼熟啊？哇！哎呀，哎呀，好险好险！刚刚有两口奶，把这只货虫直接奶起来了，硬生生的奶起来了。这货虫、以前是直接奶满，是吧？我就怀念那个可以直接奶满的货虫。现在这个一滴一滴补，不知道补到什么时候。以前那连补很强，现在连补弱很多。这东西有什么要看过啊？这个不是那个某瑞阿提最喜欢打的那一套吗？海鲜之之后直接接冲狂白球一波。哦，对耶，这样一讲我有印象。不是他不是最爱打这套的吗？某人家还有在玩吗？好像有吧，只是比较少而已。哎，我总觉得出这个，我总觉得出飞糖在自杀、啊。这应该不是我的错觉吧？这个出飞糖很像在自杀哎、欸。他这边还送了一堆狗，各种花式自杀。这个 Hess 应该要有点感觉、喔、因为这么没看到这个 Joy 这边没有狗之外其他的东西，蟑螂好像也没看到多少。哦，飞糖这边绕旁边哦、喔。但 Hess 好像正面要推了，他正面好像要走出去了。我来了，这一招很强、啊。他的 timing 点好像，某瑞亚蒂的 timing 点再更早一点嘛，因为他好像三矿不补瓦斯，他就直接 A 出来了。他这 Hess 是补了四矿之后才走出来。开始开 A， 开 A， 开 A。哇，好像插穿欸，结束了。这波如果就以这边打的是那个
他打的是那个臭虫加蟑螂的话，应该手蛮轻松的，但这个他选择走这个飞塔，有点难受。家里已经在转凤凰。家里这个东西都没了 ，S 已经94龙了。看一下这件事情，真的工变太多了。他怎么94龙？根本就没兵，你知道吗？他都是龙的。哎，我又来了。神族的二宫，神族的二宫也要好了。凤凰帮忙，抬那个胖的，对啊，白球多没有 A 出啊？这啥意思？白球站哨兵的意思，知道吗？这白球都不用动的，他领了薪水，他就站在那边发呆。还是其实他在玩弄 Joy。玩弄，哎、欸，你刚那个玩弄很有执政官的口吻呢，是这样子吗？这不是就是这不是那个我们某个知名 YouTuber 的口吻吗？哎呀，不是啊，执政官为什么不动啊？玩弄，这是玩弄哎、欸，他要到时候让对方知道我跟你是。我跟你之间的差距，你以为只有这几只恐怖战士吗？错了，我这里有这么多白球啊！哎呦，啥意思？为什么没有一起 A 上去啊？恭喜这边黑石先拿下第一份。他、啊、看到这么多白球，应该什么都懂了。他应该觉得原本觉得应该差不多吧，他可能觉得自己劣势，但是没有输那么多。你看他原本要靠背，可惜了被发现。他们应该要用超级多的白球去虐对方，让对方知道哇靠，这怎样？不可以这样子。我以前打，我之前有一次打那个雀茶 ，Nasty。然后你知道吗？我前面跟他 A 二十几分钟，我也是觉得有来有回，结果最后他突然出现五六十只飞弹，对，大概就是感觉。跟你讲，这个就是我们台湾拜拜人皇最喜欢玩的游戏。你说哪一个？那个啊 ，Expect 啊，人家金马影帝耶，你还记得他曾经有那个战队吗？然后他后来怎样？他后来做什么？你说他做了什么？然后他就是朝阳区那个啊，打团战啊。然后就演戏啊，把整个地图钱都采光，然后把东西都送给他，然后就右上角藏了一个珠宝跟一坨战群剑了。你说他家里全部都让他采光的？对啊，全部让他采光啊，然后右上角藏了一坨战群剑，两百。我完全可以想象他在电脑前面，然后边玩边笑，然后笑合不拢嘴的样子。这是他们最喜欢的、啊。好，第二张地图来到是光与影，地图右下角红色的虫牛是 Coco Joy， 那就左上蓝色的神族选手是 Has， 这边勾就很早盖了一个瓦斯啊，就是一个、这个开石开，但他这一次是有瓦斯的，那就可以搞事了。真的，他要先学狗叫起来。
等一下我看是可以直接蟑螂草放一放，直接通通都往前走了。我有这种感觉啊。哦，砰！哎，蟑螂草下去了，就是这个，我等的，我心心念念的就是这个东西，没有错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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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你觉得会不会死？有机会。有机会啊，而且完全没有科技，它完全没有科技的东西，不过还是没有那个警觉的。啊，这边都做追猎，做追猎可能可以勉强点一下那个结尾兽，但问题是这个很关键哦。问题是跳进来了，问题是后面的树狗解决不了啊。来了，看到看到。大家的话，电池拿起来吧，电池盖起来了吧，怎么办？两个电池，找啊，电池尽量盖啊。然后，先叫一下，就先叫一下，三个电池。我怎么觉得好像又被下去了，好像守住了，他被拖住，被拖太久了，可能打下的，拖太久了，啊。家里一直出追猎，如果这种情况都打下，那虫族也太阴霸了，不可能打下了。不可能啊，这不可能打下，太不合理了。啊，后门都好了，绝望。不朽出来了！哎呦，当时就差一点把自己的，把自己那只残血蟑螂给了。我听到了一下原本东西要射出来的声音，没逼歪了。哦，应急，应急，应急！要 super battery！ 哎呦，很瞬间看，似乎看到了那么一点希望。被退了，都是浮云啊！刷点狂战士啊！哎，刷点狂战士，兄弟！他是走那个冰影，他是走那个冰影，停电了是吧？哎，刚救一次也砸歪了。哦，等一下，就到，不要这么凶悍！哇，这个公民 H 啊！我刚刚黑这边是 2-0 战胜了 Joey， 狗九最后还是放炸。这个刚刚黑死那个冰影之后一个超级陡的、欸，对 BY 被点掉以后，然后他的刚刚黑死一度是爆到500多块啊，然后那个好像 VR 也没有产能 ，VR 好像也挺超危险。他最后还是守下了，工兵拉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工兵还是守下了，毕竟。那个勾就会打这种打法，他的后续其实是蛮无力的。他是很早，他这等于是单矿一波了吧、啊？对，很早很早的一波，所以他后续其实蛮弱的。大概只有20，最多就22等吧，这个东西。你说就有吗？没有，他就十、啊，因为他被那个僵尸杀。哦，对了，所以他刚刚只有大概17上下吧，17等上下，因为他当然他后续就没什么补。被教室杀到，不然的话，如果那教室没有杀到，他只是侦查到，然后没有杀到的话，刚刚那个看起来，如果经济没有受影响，好像打得死，因为那个后面那个停电真的很关键，没有办法刷饼。好，这边也是再次恭喜黑石2-0战胜勾九，下一场是应该是越南虫王，对，越南虫王打黑石。好，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，好，马上回来。